不知道会不会调兵啊？希望别掉啊！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尽口舌。OK， 一个没掉，哎呀，掉了一个，平 A， 玩呢，平 A。战争的结局就是死。平 A 掏回来，平 A， 平 A 守卫，平 A 掏回来。掏回来，还能不能掏一下子了？要掏一下子，你大爷的！掏你，又没掏着，平 A。反抗诺克萨斯！掏你！哎，终于掏着了，西炸，接炸，平 A。掏你！蜘蛛打野哈，3分17秒，掏你！蜘蛛可能要来了，我小心点啊！我先去插个眼儿的，防止他掏我。掏你 ！W 七炸，平 A， 平 A。平 A， 掏你！别闪，走呗！哎呦好！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是……他闪现了！西掏你！炸！闪现炸！你大爷的！跑得这么快！掏你！这人走位很飘啊，他一会儿要走，一会儿又不走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怎么回事。掏你！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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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。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正确可残忍太多了。掏你！西炸！平 A。少数人为多数人。炸！哎呀，完了，他带的是点烟呢！我靠，他怎么带点烟呢？哎呀，怎么没人跟我说他带的点烟呢？我靠！永远的伤口依旧作痛。我应带传送呢。早也不说这是点烟呢，自己不看，那我上厕所回来我哪有空看呢？上线都慢了还看呢？上线都那慢半拍，咋看呢？这波千万不能死了啊！这波死了就完了，这波死了就很难自己能打回来了。兵太多了。
一个声音在阴影中低语，但很少人能听到。帮中路炸一下子啊！哇，漂亮！这个国家，这我给你打信号了，你要是自己再死了，我也没办法啊。贪心呢？你是真地摊，哪怕是最凶残的怪物也难逃一死。还不回家，我只能说你太夸张了，兄弟。我只能说你太夸张了，还不回家。哎，我发现他就一直不往上来啊。这个人就很有意思，就在后边晃晃晃晃晃晃晃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峙，他们看见还是着急了。我们每个人心底，记得一下。一道被重重迷雾。他有闪现啊。我先来一个仪式的章节，没关系。下回他要在后边晃，我技能不放，他乐意咋晃咋晃，让他晃去。永远不要跟恶魔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当你想要控制他时。出个眼泪不用。我靠！哎呀，你知道我交闪杀他了，妈的！回血了。胆子挺大呀。Shut down.
鞋子上的泥点会带走所有血迹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What 啥意思啊？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还不是想要活下去吗？回见！哎呦我操，这个虚区有点高啊！咎由自取，这他妈没什么办法。给我秒杀了！好的。他还在看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怎么能给我秒杀了呢？力量是唯一的优势。更加强大，都还不够吗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五层塔皮，我来掐一层。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是什么。好像吃不了了。魔法在大地上流淌，仿佛伤口尽处鲜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呀，他们总希望伤害差了一点。玩的都是一个游戏。没事，我选的英雄吧，选的都是那种基本上就是劣势太大，也不会说是出现太大问题的这种英雄，慢慢打就行。版图的轮廓。心绪高了，完了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我说停停，救一下，救救，快救救，快救救！他没有技能，快救救，快救救！他没有技能，快救救！还追呀，救救，快救救！当他们眼前，闲聊时间结束，还行吧，一换一可以接受，硬杀呀！硬杀我们！哎呦啊！高德莱克，还美甲血魂卷呢！你别跟他打了，啊，你别跟他打。我早已行过了。大树就别去了啊！再给你一个扣，给你抡死。打个闪可以，没关系。回想起来，他们
对面除了永恩起来能对我有点威胁以外，其他人对我威胁都挺小的，我说实话没什么威胁的。我插个沙漏，现在也就插个沙漏，小鬼叔加个水银海就完事儿，就能无敌，不用多少装备。哎呦我操，扣的有点快，我闪现没闪出来。守塔呀，守塔就行，不用出去。那团战慢慢打，着什么急呢？你说那大树出去也不知道干哈，出去让人硬让人逮。pass 一个还行。哇哦！轮子妈怎么能出完魔宗，出狂风之力呢？轮子妈不出那什么玩意儿，不出木印，出狂风之力。我生在贵族之家，我成了战士。我服了，几条龙啊？还一条龙，没关系的，打个蓝来。啊，他把蓝打了。他们畏惧着我，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。能打死不？不去了，你这旁边都是人，出去也没有啥意义。你等我大招好了再出去。先把这个出了。比我亲手杀了你可不多。呦呦呦呦呦！他们没有峡谷先锋，他们家推不了。硬上来咬我一口，给他装的，我操！也就是没控制，大树死了，没他控制了。来，可以打了，不是？你害不走啊？怎么炸死的这是？队友呢？队友死光了，全残血，不过没事，有沙漏了。杀永恩好了，杀永恩直接给他掏回来，把永恩杀完能回点血，回点血阿卡丽不敢追，正好。我有啥用？既然你问出来我有啥用这个问题啊，那我确实得让你看看我有什么用。现在明白我有什么用了吗？我让你明白明白我有什么用。
战争年代。对于你，我的用处还是比较大的。你别往上走，一会儿给你炸死了。决定会在那后面。人们离真相还有五步之遥。往这边走啊，你他妈还往出走啊？那永恩不也死了吗？下路怎么没人守呢？哇，这什么伤害？没有水银鞋，哎呀，我死了这个，这不我要没死还好。女警别上啊，女警！全是废物啊，没一个有用的。Defeat.